大林，今天会玩很多游戏，你觉得你喜欢的，郭老师会喜欢吗？我听郭老师的，我看郭老师什么想法。郭老师要乐意配合，我就跟郭老师一块。大林，这次又好久没见了吧？我跟郭老师啊，今年到现在见两面，过年之后啊。啊好，嗯，挺久啊。哎，还行，主要这个你看，一般不怎么在北京。他们是出发了吗？出发了。啊，您稍等一下，等郭老师。哦。在我的眼里，他们父子同框非常少，我就完全没有经历过。他们俩人永远都是相敬如宾，他们不常见面。嗯，我感觉要是单纯论见面次数的话，可能还真就不如咱们跟师傅熟。对，是吧？大林比较忙嘛，师傅也忙。嗯。那。这你就不用跟着了，把包给他了啊。搁这儿是。哦，方便吗？看你师傅吗？没呢。师傅。嗯。哎，郭老师啊，刚刚跟大林也好久没见了吧？嗯啊。哎，别太生分啊。哎呦。您这怎么回事？怎么一有我录这节目就都得找个影视城？好啊，孩子，看出我有影视梦想了。您之前来过象山吗？呵，好家伙，我2006年就来过象山。您那个《水浒》是不是在这儿？对，哦，王海、栾云平。哦，那会儿栾云平的身份是助理。哦，到这儿来，那会儿还没有这么繁华了，觉着是。我觉得他们俩现在在车上的那个状态就是很客气，啊，昨天几点到的呀？啊，几点到的？吃了吗？对，哪天杀青啊？啊，你弟想你了。昨天你们几点到的？昨天我们到12点吧。早上起来我吃他们这儿早，您也吃了早点吧？给我先从酒店叫碗馄饨。哦，呵。哎，完了吗？那电影？又转回北京拍了。还剩大概一周吧，已经。郭鹤阳天天的，我哥还不回来，我哥还不回来，是吧？那还能有什么劲？对。郭老师，您跟大林一起玩没玩过吗？还真没有，因为本身我就不爱出来玩。对，我也是，其实。我小时候也没怎么带大林出去玩。他小时候，我带他去过天津南市听书。啊。那他那会儿应该5岁。啊，还有印象吗？没，你都没有印象，就足以看这多没意思，有多外劲。嗯，其实我上学那会儿，咱们还一块儿看过电影呢。啊，咱们还一块儿出去看过电影呢，跟印象可是看过俩，一个是《阿凡达》，对，一个是《风声》，对，嗯。昨天阎鹤祥跟我还说，哟，我都忘了什么时候见过大林了。我跟好多人基本上都是4月份封箱之后就没见着了。最严厉的就是网上好多网友都知道，有一回我跟大林第一次给岳云鹏助演，演了一个阴阳五行，节目效果不好。天为阳，地为阴，不对。问问你啊，啊，就像今天这个天气，哦，它没出太阳，这叫什么天？阴天。有说阳天的吗？还真没有。没有吧？哦，大林当时没感觉这是回事儿，因为那时候刚演出嘛，回来就把这事儿当一个好像有点玩笑那事儿跟他爸就说了，然后我师父当时脸就掉了。师父说，就是你即使是夜场，你也有义务把这场完成好。嗯，就你有什么资格，就是说节目完成度不高，你还回来拿这个事儿当个玩笑这么说。反正我印象最深应该也是这个事儿。嗯，然后温情一面就是搁你们那年牛天赐首演。哦哟，这个画面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嗨，挺温，很温情的。在我德云社这么多年，我没看过父子二人有肢体接触。
爸爸我爱你，儿子我想你这种没有，从来没看见。最严厉的就是发大林一年的工资来给后台买水果，因为我们两个一块发了一个微博，我拿大林手机发的，大林拿我手机发的。然后呢，这个事儿呢，师傅很生气，师傅觉得你们拿微博太儿戏了，这是一个宣传自己的很重要的平台。然后师傅就惩罚了我跟大林，罚了大林一个月工资一年工资之后呢，然后给了他德云社10%的股份。我感觉我被套路了。真难为节目组了，嗯，也是一时糊涂找到这儿的。谢谢。这不嗨，咱天津路不挺好的吗？哎，对呀，大城市，蓟县也有这个。哦，嗨，那这一天拍不了什么呀？都在道上，就车行。啊，这咱们这期是个访谈节目，那不是？边上搭了一个酒店的客厅，这在我那屋就行。好，到这儿就好路了，到了，这回行了啊，这回是这里吗？嗯，是。好呀。到了，王大官。哎，好热，我不下去了啊。就是脑袋哥哈，有行，开心了，嗝儿了。您这包裹、啊，对，天哪，走，好热，且走呢这块儿，这样，走，哎呦哎呦，你别，哎呦，送郭老师回去休息，体力用完了已经，师傅您看这个，玻璃吊桥，哟这可好啊。走啊，来您上吧、哎、师傅您慢点，我也害怕这个，哇好高啊，哎我真有点慌张，现在我脚丫子都出汗都，哎呦这怎么还晃啊，我今儿这风太大了，不行，太吓人了，害怕吗儿子？害怕，我真有点顶，哎你们敢一直往下看走到头吗？我敢啊，其实还行，你下不去，我真有我啊！你敢一直看？我不敢，不敢，不敢！不是，他要都贴着这纸，我还行。嗨，群装女士只能走到这儿。哦，腿又软了。哎，你抓点紧，都等你呢。我知道。没，别那么多戏，你往中间走。哥哥，你要不拉我好点。哎，你看哥扶着你，哥扶着。不拉我好点。这咱们线上这么些人行不行啊？这没问题，我还能蹦的。哎，吓我一跳，还是孩子们会玩啊。走这吊桥是得叫唤吗？啊！哎，这别喊了。Hello， 是站在这儿蹦吗？别不能蹦了，坐坏就赔人。别蹦，别啊，坐坏了得赔人家。你们就在这儿吧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站在这点儿聊吗？咱也别都站一玻璃上，咱往这边匀匀。那个今天呢，我是导游。一会儿我们呢在一块儿呢，要以这个比赛的形式做游戏。然后呢，哪个队胜利了，哪个队呢，我给加一个加成券。好，好，今天您二位也跟着我们一块儿过来。好，好，开心。希望你们爷俩能在这儿玩的开心。我建议一二三，咱们一块儿跳起来雀跃，雀跃一下。过来了，吓死了！是呀，知道为什么我不跟我爸出来玩了？就玩点，行了，就玩点悬的。哎呀，嗯，